蒋大太太扶着丫头快步地走来，方才儿子与赵香的互动，她都看在眼里，忍不住地冷笑一声，眼刀直往赵香脸上飞去。外甥女儿怎么没跟贵亲一道走呢？你不是说那郡公夫人心疼你吗？他老人家可连一句关照的话都没留下呢。借人家的名头，在我家耍了这两日的威风，如今牛皮吹破了。 你怎么还有脸见人呢？你，赵香咬紧了嘴唇不回答，满脸涨得通红。他就知道这回失算，大舅母是绝不会饶了他的。但不要紧，只要他扒紧了蒋仲秋，不怕蒋仲秋的母亲奈何得了他。哪个做娘的能拗过亲生儿子？虽然蒋仲秋不像有出息的样子。 但如今他也顾不得许多了，他得先让自己留在蒋家，再图后事。若实在没法子，便嫁了蒋仲秋也罢。他这番的算盘哪里瞒得过蒋大太太？蒋大太太冷笑几声，就对儿子说道：“哼，你如今怎的还会被他迷惑？这两日他在家中待你如何？你为何就不知道醒悟呢？” 你总是埋怨母亲不该将她许给林家儿子，你怎么就不想想，母亲这还不是为了你和你哥哥？蒋家因营王谋逆案受了牵连，革职回家，但革职就是惩罚了。回家之后，身上却是没有罪名，因此儿子们也算不得犯官之后。蒋家回乡后，声势大不如前。 便想着让两个儿子下场科举，好东山再起。然而要参加科举，就先得取得科考资格。这事儿是衙门里的李房管着。现任的济宁知府方崇山，那是个再小心谨慎不过的人。因自家接连有人跟逆王扯上了关系，他就格外的避讳些，生怕犯了忌讳。有他主政。 济宁一府中，但凡有谋逆嫌疑的人家，都休想其子弟能得到科举的资格。像蒋家这样还出了个杀人重犯女儿的，就更别指望了。蒋家只能将主意打到李房私利头上，那便是林家的家主了。蒋家想的无非是一府同生，成百上千，又都在底下各县考试。 方崇山不可能一个一个的过问。那林家家主与族人与姻亲在下头各县的里房做事，有他照拂，蒋家两个儿子都能轻易的蒙骗过方志福参加同生试。等他们考中了秀才，有了功名，方崇山就不好再拿捏他们了。再等方崇山任满离开，后面的事情更好办。 而林家有钱有权，愁的不过是病重的儿子。蒋大舅爷将外甥女儿嫁过去，两边成了便宜亲家，要说情也就方便了。如今这计划自然是失败，亲没结成，还有些结仇的意思。若是连林家都要在蒋家兄弟的科考资格上设阻碍，他们索性别下场得了。 蒋大太太这一说明，蒋仲秋总算是明白了父母的苦心，一时间，对自己前程不保的恐惧战胜了对赵香的怜惜，他无措的问母亲：“那儿子该怎么办？”蒋大太太叹了口气：“哎，能怎么办？在家多苦读两年吧，等事情淡了，自然好说。” 他低头拭了拭泪水，又指着赵香说：“我也明白你对这丫头是个什么心思，只是你要想好了。她那身世如今满济宁府皆知，再也没人相信她是什么姓牛的官家千金，不过是父母双亡、家道中落方才投奔来的。你若要与她厮混在一起，将来别说科考，怕是连亲友间都没有立足之地。” 你若当真是对他有心，宁可忤逆父母，也要护着他。我就只当没你这个儿子，你们一块儿离了我们蒋家的地儿，自谋生路去吧。没了他在，兴许你哥哥的前程还有些指望，你姐姐都成老姑娘了，兴许还有嫁得出去的一天。蒋仲秋哭了，母亲说的是什么话？ 您这样说，叫儿子无地自容了。蒋大太太哽咽着：“如此说来，你还是愿意孝顺父母的。那既然如此，你就乖乖的回家去吧。我答应你，不会把她随意的嫁出去。如今也没人敢娶她了。我不短她吃喝，也不打她骂她。你就此丢开手，可好？” 好好读书，日后考个功名，母亲会为你挑一个门当户对的贤惠妻子。蒋仲秋红着脸含泪说道：“母亲误会了，儿子对香表妹，并无他意，不过是兄妹间的关心罢了。她生活无忧，儿子自然放心。”说完，又对昭香说：“香表妹。” 只管安心的留在我们家就是，我们不会丢下你不管的。赵香目瞪口呆的注视着蒋中秋，一边哭一边听母亲吩咐，回家去了。他愣愣的看向蒋大太太，不明白他一直以来都能拿捏住的人，为何忽然就不奏效了呢？蒋大太太冷笑着擦去脸上的泪水，不屑的看了他一眼。 哼，你那点手段，你好意思拿出来丢人现眼？赶紧给我起来！如今在济宁府，怕是连贩夫走卒都不肯娶你了。你既然不愿意嫁，我也不逼你。族中也有守节的寡妇，独门小院的住着，清茶淡饭吃着，每日里诵经念佛的，最是清静不过。回头我就把你送到那家去，你给我老实待着。 好歹还有口饱饭吃，有件干净衣裳穿。说是不老实，再生出什么事儿来，又或是冲着我的儿子侄儿们眉眼乱飞，你就给我滚出蒋家去！再不许跟任何人说。你与我们蒋家有亲，胆敢坏了蒋家的名声，我就亲自打折了你的腿，扔到山沟里喂狼。看你那亲亲的曾祖母！ 和侯爷叔叔会不会为你做主？他甩袖而去，只留下赵香一人惨白着脸跪在原地，半晌方才艰难的爬了起来，佝偻着腰间，低头跟着蒋家的轿子回去了。赵香终究还是选择了妥协。赵秀。 并不知道自家离开济宁后，码头上还发生了这么一桩事。他自打船队离了济宁府，便又过上了平静的船上生活。这一回，他反省了自己，每日都要抽出时间来多练习书画。因天冷，墨汁颜料都不好化开，他便索性用自制的炭笔去画速写。运河两岸都是一片雪白。 天地间止于黑白二色，偶尔添些深深浅浅的土折色，他就集中练习画雪景，将沿途的景色都画下来，背着日后天气暖和了，再根据这些速写另外的细画。他练画的时候，张氏时常过来看，有时候还会指点几句。赵伟也会过来瞧，但他在书画上并不精通。 不过就是欣赏点评一耳罢了。奇怪的是，高真不但经常来，还要把每幅画都细细的看过，一幅一幅的猜画的是哪里，还喜欢亲自的提笔在画上添些东西，有时候是块石头，有时候是个人影。但奇怪的是，他添了那几笔，居然也不难看，反而显得画上更有生气。 赵秀起初还嫌他捣乱，后来也不提了，只觉得他在绘画上似乎也有些本事，时时的请教。别看高真好像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，不大乐意谈这些风雅的事儿，其实他确实懂得不少。就算是当时不懂，他也只需装作考考你的样子，借故下楼去，跟父王秘密的请教一番。 又可以上楼显摆了。赵秀不知道，还以为他深藏不露，心下暗伏，便时常拿自己不明白的事情去问他。两人接触的机会，竟然比先前增加了许多。赵伟隐约的有所察觉，心里忌惮的很，有意要揭破高真的真面目，无奈他身上有个副使的名头，是正经为公使出来的。 每每路过城镇，需要与当地的官员接触，广平王总要差他随曾侍郎出去办事，让他有机会多历练历练，这对他有好处。他心里清楚，只得忍了。等到船队重新启程，他想要跟高真好好的说说话，偏广平王又示意他去与曾侍郎等人多多相处，混熟一些，日后共事也方便。 赵伟无奈极了，只得眼睁睁的看着妹妹每日的去向高真请教学问，而赵秀还一无所觉，心里只疑惑的：“哥哥今日怎么又忙碌起来了？他有那么多公事要做吗？”船队进入江苏地界后，不久就到了徐州府。这时候，先前被派到平度州的家人也回来了。被派出去的是两个人。 一个是老郡公暂时的旧人，另一个则是赵伟身边的小厮陈东升，珍珠嫂的儿子。前者在剑南侯府当差多年，曾经跟米老太、米大舅都打过交道。陈东升则是赵伟的心腹，他本是赵家家生子，受赵伟、赵秀兄妹大恩，对他们忠心耿耿。 有他随行，赵伟根本不担心自己的命令被执行时会打折扣。他们来到了平度州，先在坊间打听米大舅的传闻，果然如大姑太太赵元娘的信中所言，名声很不好。他不但贪，还要装出个清官能力的模样，对本地的士绅豪强也不怎么客气。 因他到处的宣扬自己是剑南侯亲舅舅，旁人顾及到剑南侯府，只能忍气吞声，但暗地里没少的埋怨。那两户吃了他大亏的世家望族，在本地与山东其他地方具有亲友，急急将两家人护着转移了，但罪名始终是摆脱不掉，这就结下大仇。世家大族往往彼此联络有因。 哪怕是为了自家血脉，他们也不能容忍米大舅再胡闹下去，便在暗中的向济南那边传信儿，指望山东巡抚来教训他。陈东升两人暗暗庆幸来得及时，便打出了剑南侯府的旗号，来到知州衙门前叫门，叫经过的路人都知道他们是什么身份。等米大舅的管家迎出来。 那些年长些的家人还大声的说：“哎呀，多年不见了，叔叔，您老人家身体还好吗？死那年，我们二老爷、二太太没了。这十多年了，舅老爷也不见有信来，直到去年才有音信。但舅老爷在信里也没说清楚是在哪里做官。直到前些日子，我们侯爷跟着广平王南下办事儿，路过山东。” 听得舅老爷的童年提起，舅老爷是在此处做知州，方才命我们来瞧瞧。如今算是知道舅老爷的去处了。那管家干笑着，迅速扫视周围一眼，急急请他们入内。但经过的路人已经将建南侯府家人的话听得分明，彼此交头接耳起来。 不是说知州大老爷是剑南侯的亲舅舅，两家十分亲厚吗？怎的大老爷在平度做官，剑南侯先前居然会不知道呢？十多年都没有往来，这还是亲娘舅呢？知州大老爷的话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？流言慢慢的在坊间流传，而米大舅这边得知陈东升他们来了。 脸皮就先是抽了一下，接着面色古怪的出来见他们。陈东升等送上了赵伟的书信，信中除了寻丽的问候语之外，就是劝说米大舅收敛的话，还直接提到了那桩冤案，让米大舅不要为了小丽就冤枉无辜。世家大族背后往往亲友故交无数，当心得罪人太多，剑南侯府也兜不住。 米大舅的脸色更加阴沉了，按下书信不说什么，只问那名年长些的侯府家人：“赵伟是何时出发南下？何时入境山东？一路上在何地停留过？又见过些什么人？从谁那里听说了他的事儿？”那家人有些问题答了，有些问题也说不清楚。米大舅越发的暴躁，不客气地说道。 地方政务自有地方的官衙处置，我是此处知州，这一州事务便是我在做主。外甥在京中做着侯爷，随广平王去江南做个钦差，管好自己的差事就行了，何苦伸手管别人的闲事儿？好不好？我还是他长辈呢，他不说帮我助我，还故意的使些阴私的手段吓唬人，眼里。 有我这个长辈，他也不怕他娘九泉之下不能瞑目，夜里梦中来寻他。说罢就甩袖赶客了。剑南侯府的舅家人气得不行，出了衙门后就对陈东升说道：“你家舅老爷当初来我们侯府，就算是端茶倒水的小厮，他都要巴结几分；如今做了官倒是得意起来。” 没有我们侯府，他还不知在哪里呢。给他谋了官，送了遗城，二老爷与二太太没了，他连声慰问都没有。十几年了，亲外甥在老家住着，他一次都没来瞧过，也不曾有过书信。如今眼见着小侯爷又得了爵位，他倒有脸摆舅舅的款了。亏他还怪我们小侯爷不把他放在眼里，若不是怕他惹事儿。 连累了小侯爷的清白名声，哪个乐意搭理他？陈东升不着痕迹的看了几眼附近那正竖起耳朵偷听的衙役，拉住了那家人：“阿叔，别恼，咱们只管回去禀报小侯爷便是。舅老爷既然不肯听劝，小侯爷也只有秉公办事了。不是小侯爷不念亲情，实在是国法大于天。” 小侯爷对皇上与朝廷忠心耿耿，不肯因私忘公呀。俩仆又翻身上马，迅速离开了平度州。但关于米大舅那侯府靠山，其实没有他宣扬的那么牢靠的传言，还是很快传开了。当地的世家大族顿时觉得心定了许多，看向米之州的目光就带上了几分不善。 又少了两分忌惮。米大舅忧不自知，还在母亲面前数落赵伟的不是呢。先前几天夜里，孩儿书房每天都有人送来一封信，要孩儿做事收敛些，先前犯的错处就改过来，否则日后闹大了，孩儿的官位不能保。孩儿心想，那案子是孩儿亲自断的，若是改了。 孩儿的脸面何在？因此绝不能改。那信必是那两家人暗中摆在书房中的，待孩儿寻找他们的内应，定要狠狠的打一顿。哎呀，不曾想今日外甥的使者到了，孩儿一看他的书信，跟出现在书房里的信几乎是一个调子，这还不是外甥搞的鬼吗？他若是嫌孩儿连累了他，大可以明说。 用那等鬼鬼祟祟的法子做什么？既如此，孩儿断不能答应了他。若是应了，赶明儿他就真的不把外祖母与舅舅放在眼里了。米老太心里自然是最重儿子的，连声的应道：“你说的没错，那两个小畜生都是你那死鬼姐姐生的，能是什么好货色？老天开恩，叫赵伟做了侯爷。” 他既然成了我们米家的骨血，就当是为米家出力呀。你只管叫他替你谋个高官做做，至于别的，断不能轻纵了他们。孩子就该好好教，纵容的过了，他只会不学好。他父母都不在了，祖母又是个耳根子软的，我们做外祖母和舅舅的，自然该多管教他。 这才是真心为他好的做法呢。米老太与米大舅悠自做着美梦，陈东升两人已经快马赶到了济南，求见大姑太太赵元娘了。他们从船队出发之前，赵伟就事先给他们一封信，若是米大舅不肯听劝改正，就让他们把信送到赵元娘处。赵伟身为钦差副使，路过山东。 却没有资格干涉山东政务与人事，就算是他再想大义灭亲，也只能假手于人。他选中的就是大姑妈家，许家在山东布政使司为官，在省里人缘不错，时常的能与巡抚、布政使、安察使等高官相见，由他来传这个口信儿，是最适合不过的了。 既然米大舅是凭借剑南侯府的势力才能在平度州作威作福，那要是他的上司知道剑南侯府不会为他撑腰，那是否会采取行动呢？